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露丝，这是一个很敷衍的 vlog， 一次比一次敷衍。今天想起来录 vlog 的时间已经非常的短了，因为我已经化完妆了，并不是因为我不想让你们看见我没化妆的样子，其实就是现在包粉重，现在我们分享一下我今天的穿搭。我今天穿一条牛仔裤，然后呢，我觉得这个牛仔裤特别的不舒服，你们明白那种感觉吗？就是很不舒服。然后呢，因为我觉得我买的是个高腰的嘛，然后呢，它那个腰就很低，然后它就卡在那儿，我就觉得很难受，我就感觉一蹲都感觉那个什么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然后呢，我今天穿了一个薄款的短袖，然后呢，这样的啊，然后我打算把这系一下，教一下你们怎么系，明白了吗？学会了吧？非常的哎，就是一下子就整个裤子就变洋气了，对不对？一点声音都没有。然后这样子的话，这个衣服整体看起来，哎，这一套穿搭就得劲儿了。啊，这样的确是好看很多。然后呢，今天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妆容。哇，好亮！这怎么调一下？好，这亮到，真是。这黑道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。好了，再见，我要去换衣服了。